那我们下一支也是 HTC，这一支是 Desire 728X，然后我们就插着电看看开着机。Yep，开机了。哦，开机完成啦，Android is starting，嘿嘿嘿。那这只手机的后面背盖被我切掉了，因为看起来这只手机的背盖被我切掉，因为它下半部就是电池还有充电东西，我就把后面背盖这样保留。我这个应该有拍一支影片吧，就如果有的话，我就会放在上面链接，有兴趣就可以看一下。反正就是把我背盖切掉，然后上面就是这样裸露，我觉得看起来蛮酷炫的，这是我高中的时候搞的东西。然后现在相机也掉了，然后后面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然后现在开机也开不了。那 Android is starting，然后 starting 这么久，哦，有在跑诶，什么鬼？应该。我猜这只手机的问题是因为跑太慢，然后连开打电话，连打电话都打不了，就是按下去，然后就什么东西都超慢，变成超慢，连打电话都打不了，所以就又买新手机吧，好像是这样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这只手机的问题就是应该是处理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就超级无敌慢，慢到一个炸开来。你看它现在连开机都开这么久，
啊，我记得是连打电话那个手机打电话功能都开不了，就按下去，然后它可能闪退啊，手机闪退，手机电话功能闪退，或者是根本打不开，就连打电话都打不出去。你看现在连开机都开不了，真的是应该是这样啊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。保差球。